首先，你关心的是刘伟当兵文连续两天举办前瞻计划下乡座谈会，这次在溪口公所里等邀请部会官员面对面，说明前瞻内容和听取地方建设需求。因为溪口饱受着饮水之苦，国立大官再次强调，公府一年治水基层只有3500万，强调嘉义县是善县，需要前瞻计划、水环境建设和城乡建设的大力支持。刘伟当面问在何时在溪口公所举办前瞻计划说明会和地方建设座谈，包括国发会、经济部、农委会、环保署、卫福部等部会议会，嘉义县中华县的三个副县长郭鸿明等人到场。中华县强调，嘉义县是善县，财政状况在全台仅赢一个县市，一年治水预算只有3500万，不如兴建抽水站、堤防和地防堤，需要中央的大力支持。即马落雨是拢落迄个青光雨，一冬的雨是两天家己落落的。咱想迄个天公伯用面桶咧倒雨，啊，所以足容易吼积水的，啊，水流袂下袂掉，啊，所以老百姓爱了解讲吼，即马的极端气候，迄水下袂离是足普遍，啊，所以吼，咱即马的设计吼，啊，治水的设计都爱改变方法，啊，咱嘛爱。爱了解讲吼，即马吼，即个治水的工程嘛爱思考无同款，啊，毋是咧偏倒一个乡镇，都是逐位拢同款。啊，但是咱来知影气候变迁，啊，咱爱知影讲治水的方法无同款啊，医生爱加用足济吼。刘伟当面文表示，经过一年一届治水计算清楚，水利设备对1902年抗日洪台造成家己饮水5000多公顷，今年六月初强降雨，饮水面积降到32公顷，显示治水的功效。而面对溪口地方长期饱受饮水之苦，目前经规划治水方案，预算也无问题。利用伊的现有道路，咱就类似村落围堤安尼甲围起来，啊，抽水站伫这内底，咱来保持这村内底拢卖饮水的这个方式啦吼。咱抽水因为有一个限度，无法度讲抽甲规片的这个水啦吼。啊，这个方案当然会搁甲地方啊继续来做一个讨论啦。我希望讲即马规划好，大家拢有共识，啊，钱即马是无问题，钱钱会到位啦。希望讲会使精进啦，吼，精进啦，就会使来发包来处理解决这饮水的问题，吼。另外，会议当中也讨论农会打扫中心的设施，农地被水沟含农路凝固失修，农业废弃物跟一般家庭废弃物标准处理，启动社区文中心补助兴建，老人文康中心补助修缮等等议题。新闻客户洪启口乡采访报道。